不就跟他说啊，再吃啥，再吃啥，再吃什么吃？再吃第一个。我鸡切错了啊！哦，鸡放的前半，那我真的吃红了呢。真能吃地上时间？是啊。嗯。十几分钟。这嫂子吃完了。我嫂子说要给牛喂草，现在。看，这就是我外公养的牛，养了好多头。总共是几天驴蹄哈？嗯，两头小的，两头小的，四头大的，总共是六头。奶奶妈。妈，哎。是哪四个月了？哦，我侄子说这个牛已经怀孕了，怀了四个月了。嗯。看，我外公还在这里给牛棚生了一个炉子，怕他们冷。哦，我嫂子说是因为生了小牛，然后怕小牛冷，所以就生了一个炉子。看我嫂子勤快吧，每天还要打扫牛棚，还要喂草。他们现在在吃午饭，吃完午饭就要喂水了。早上就要去喂，就是，我还要去喂，就是饲料，嗯，早点点，咱去吃草。哦。我嫂子说晚上就喂的是饲料，还有豆腐渣、玉米渣那些，然后中午的时候就喂的这个粗草粗料，喂的是这是磨碎的那个玉米杆，还有那个小麦杆。早上的话就喂水啊，还有水拌的一些东西。这举全的真的觉得叫早能没点起来，是吧？一个平均热完啥时候九个算五千，九个两个三十那也没五万元哦。我嫂子说牛棚里面这么多牛，算下来可能总共能卖50000块钱。大牛的话平均一头卖10000，这两个小的因为公的母的价钱不一样，公的贵一些，母的便宜一些，总共平均算5000的话，就六头牛总共能卖50000块钱。你敢不敢骑呀？敢骑羊，敢骑羊。我侄子给他起的名字叫熊猫牛，因为他的那个脸像熊猫脸，你看，眼睛两边是黑的。嗯。哎，这大牛，大牛它护犊子。生了两个宝宝了，大牛都。大牛它不护。哦。嗯，我这吃酒好的还是？不就给他吃啊？啊，再吃啥？再吃啥？再吃什么吃？再吃第一个。哦。咋多到啊？你正常的。这个品种的牛羊3年就差不多这么大，然后能卖10000多块钱，大家觉得这个行情怎么样呀？我想着我回湖南了，我也养两头牛，然后跟多多作伴，还可以赚钱。主要是，没有这些料吃啊。看，他们这几头大的现在都怀孕了，到时候回湖南牵两头回去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们一起来养牛啊！你们来投资。我说，那里有草啊，可香不香？